啥？刚才说啥 ？How can I start？ 怎么打开？就是一下。哎，啥意思？就是总开关在那，就打开就通知了。总开关，这个是电源开关，然后是，这个。就。关掉了吗？关掉了吗？没事。
个在哪调的？他这比嗯，不能，太难看了。嗯，分屏了，弄死我了。这哪里调的？对，但是不同的。Forward, and then and the right, yeah. 你晓得，阿克那检测到了这边开始工作了，然后这个开才开可以出标了，就是说把它定位位置定好了以后，它转一圈嘛，你定一下它才能出标，你中间没有时差的话，像阿弟把这遥控呢一拉红了，阿弟一按一的一算位了，阿弟那边的 sticker 速度很，我按回来的最后呢，转标时间就是说它这个转动的时间，比如说。设置时间长点，它就会转的时间长点。设置时间短点。它遥控的变了，它的 sticker 的变也有一道纹了，也裂了。好，它的改变，控制没改变，它的改变我没改变。比如说是它现在这个就全部调到这样的，就不会。这个是不是？然后如果是小的话，要不要退？要不要换挡？不会的，就是每个都是吧？每个大概就要调。控制费要不要？那我带的不是自己的，它的可变。它大概就在上下这个时间浮动下来。这个平时刚好都有台阶。是。我觉得它就不用这么多交互。是。那你再换小的吧，换小屏。那边的明天类似十点那的，那个吧，换那个。你问哪里？